福慧小集。第八集，真善美月。什么事啊？我爹出钱修建了新的学堂，今天正式开放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好啊，走吧。诸位乡亲父老，由本官出资修建的慧天学堂今日正式开放。慧天学堂将聘请德才兼备的老师，为大家讲解儒、释、道三家之学，希望能够真正做到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大人且慢。爹，参见大人。原来是红举人，您是咱们镇子唯一的举人，对于学堂的建设还请多多指教。指教不敢当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也是在下的夙愿。儒道两家之学理应发扬光大，不过佛家之言纯属迷信，不应传播。此言差矣，佛家的学问那是更高深的智慧，不是我们一般浅慧小智所能理解，不可妄下结论。大人有所不知，在下出外讲学期间，亲眼目睹不少百姓因误信佛家之言，沉迷祭拜，不事生产，甚至抛妻弃子，遁入空门。佛家之言实在是弊大于利呀。这件事咱们私下详谈，今日先请大家参观学堂。爹，您别生气，其实佛家所讲的是智慧，是觉悟，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世间万物和我们的人生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远离痛苦，获得快乐。这些话你是听谁说的？小吉呀。他小小年纪又能懂得多少道理？小吉他博览群书，儒释道三家之学他都很了解，帮助咱们镇子解决了很多难题呢。我看你是被他蛊惑了，今晚你收拾行李，明天带你去省城学习。爹，我不想走。我意已决，无需多言。小慧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我舍不得离开你们。我们会去看你的。快点，小慧，启程了。爹在，别怕。老虎来了。
我引开老虎，你回阵去。现在是危急时刻，一定要听爹的话。啊！小吉，小吉，你不是去了县城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救救命！小慧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我们遇到老虎，救！救我爹！老虎？咱们这儿有老虎吗？先别管那么多，救人要紧。我回县衙带上我的老搭档，咱们在村口集合。好。就是在这里。黑虎有发现。这是我爹的血。黑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看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我爹。我去叫人。老虎凶猛，不可力敌。那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大家都在想着救人，你还有心情看画？每次遇到困难，小吉看看四大天王的画像，就能想出办法。我也试试看。对，画像。你想出办法了？四大天王是佛家弟子，他们的画像中蕴含着高度的修养和智慧，让世间万事都能感受到真善美德。你的意思是老虎看了这画像就能变得善良？画像或许不行，不过音乐一定可以。小慧，你还记得咱俩吹奏乐曲的时候连小鸟都飞来听吗？老虎可跟小鸟不同，万一不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让我们试试吧。好，如果老虎扑过来，你们先撤，我来掩护。你们，嘘。终于回来了，小吉，我有一件事儿不明白，要向你请教。小吉不敢当，伯父请说。为什么老虎听了你们的箫声和鸣，就不再伤人了呢？我和小慧吹奏的是佛家的音乐，那是佛家教学的一种，包括佛家的经典、雕塑、建筑以及其他种种，都是完美的教学，都是在表法。哦，那为什么有些佛家的音乐听起来俗不可耐呢？佛家的音乐里面蕴含着很高深的意境，如果演奏的人心不清净，发出的音也就不清净，境界不到就不能引发灵感，反而显得俗不可耐了。蒙举人，我听说你在半途遇到猛虎，正准备带人去援助你呢。多谢大人关心。您是咱们镇子唯一的举人，本官实在不愿您离开。关于教学的事，咱们可以再商量。此番遇险，幸得左捕头和这些小朋友相救，
也让洪某明白了佛家教育的真正意义。洪某以后不会再反对，也不打算离开家乡了。太好了。小琪，你能告诉我什么是佛吗？佛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是智慧觉悟的意思。那佛教又是什么呢？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倡导众生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的教育，是觉悟宇宙人生的智慧。佛教讲的都是大道理，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啊。其实佛陀的教育是多种多样的，还与艺术结合在了一起。佛教的经典、音乐、雕塑、佛像、建筑、供具以及其他种种，都是完美的教学，都是在表法。哦，那我以后真的要好好学习佛陀的教育了。